好冷，敢在禁闭妖邪的结界中直接睡去，你是开天辟地头一个。妖邪的浊息会将置身其间的人梦魇住。你这30000岁的年纪，连这些为神为仙的钥匙都记不住吗？真的病得不轻，已经开始说胡话了。哭也没用，就算你再哭高3个调门也没用，我又不是你的。乖一些，不用紧张，我没对你做什么，你自己睡中沾了上来，中途又嫌热，自己动手松了领口。我为什么在这儿？不是应该在解忧泉吗？你说你要照顾我，但谁知你又睡着了，只好我来照顾你了。那我可能太累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？因为你哭着，不让我走。行了，别说了。